哒哒哒哒哒，美猴王。为什么要美猴王啊？这个看腻了吗？我的猴乱杀，最近我的猴感觉悟道了，灵性小跳棍。大仙参加《非诚勿扰》吧。你怕是有毒吧你？《非诚勿扰》是不是 一上来先要放片子呀？这个男嘉宾怎么怎么样，是不是？然后我就给他，大家都知道我是做视频的，我把我那个视频做的贼酷炫。哇，中中中中中中中！哇，这个女嘉宾看得心花怒放。哇，这么厉害的吗？居然有这么多粉丝，好像挺好的，挺好的。然后下面那个孟非老师就说了，是的吧？下面有请男嘉宾。然后这个从电梯一出来，先看的那个 VCR， 哇，好帅，好帅。然后一到这个电梯打开那一瞬间。重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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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，然后一首《可惜不是你》，怎么样？我的剧本编排的不错吧？嗯。然后第二天那个新闻就出来了，嗯，然后那个节目不是一般都要围绕那种节目效果吗？他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算了，还不能说了，可恶，免得说话说错了。你得死，无情三连敲，他一个大招，我 A 一下，咱们跳一跳，吃口药，反手过去给一棒，走位一技能啊，敲敲敲一棍跳，嗯，追不上你这一棍就别敲了，他大招要好了，懂我意思吧？灵性，咱们怎么打？十秒钟有的，买了双鞋，上路能杀吗？他越塔将他击杀。这好厚的一波兵啊，我这一二技能马不停蹄的赶紧跑过来吃这个兵啊。一个大等我队友来啊。哇，这么快的，狠呐！拿我的蓝丝毫不留情，我敲上去我人就没了呀。他们两个人，先是主宰被拿了，我队友在干嘛啊？哟，手还是比较快的呀，我感觉我已经很无缝衔接了。啊，六，一手惩戒，咱们需要跳一跳，吃口药，是不是？走到他脸上，然后二技能拉开，这样跳得远一点。你直接二技能的话，就没有那种身法的味道了，懂我意思吧？就你跟人家站重合的时候，他是跳。对不对？你如果只是直直的二技能，他就很憨憨的丢了一个二技能，就这样，是吧？就比较朴素。嗯嗯，我蓝 buff 差不多要好。嗯嗯，知道了吧？多了两个身位，差不多吧。
稳住兄弟。呀，他知道我是大仙。哎，别。嗯，挺难打的。嗯，我怎么会爱上了一个我讨厌的人呢？嗯，有点崩。上路等一下无敌了呀。我现在也抓不死程咬金啊。敲不动他。不要这样压中路。我好穷啊。真的烦。你这没有防御塔，你这样压肯定是坐死了。别这样压呀，你们下路又没防御塔，又推不进去。真是把节奏全带没了呀。那这把就应该是要无了。前排没办法打了呀，真的烦。我根本就打不动这个廉颇啊。经济也差太多了呀，3500的6000。哎呦，现在这个廉颇打辅助也是猛啊。敲不动啊。6800、5100。
经济差距太大了，每个人差1000。赵云也反上甲了，你都也不怕死的。还真不怕死，赶紧做碎星锤了。这廉颇真的是跳，你说气不气？还剩个把下路带了，暴君不敢拿，我们要跳到别人后面去打。哎，哎，你在给机会啊，这人。我先吸两口，吸两口再过去。别急。哇，真是可惜，什么鬼，刚准备跳到别人脸上，两发一技能人没了，他一个一技能打了我4400，贼恐怖，主宰没了。反手一拉，刚好晕了，开不出大。他这进来了呀，打暴君吧。跳一下，跳一下。灵性跳棍，拿暴君。铭文是夺萃吗？是的。这掉了两个塔呀，
你就是要跳，用这个二技能这个跳棍的这个手法，要接近到后排啊。先去拿蓝。哇，我这个名刀居然一起来没有被触发掉，还行。你就是一技能敲到别人脸上，是不是？然后二技能再换个位置跳到别人身后去，这就完成了这手跳棍操作，明白吧？你说猴子无脑呢，他就讲究这个东西。其实猴子还是有操作难度的呀，有些猴他只知道敲前排啊。你像这种情况，你知道敲塔然后跳后也是能把别人敲到的。你看这里咱们先二技能先存一下，找人完了，我死了，出事了，完了，没了。他们上过当了呀，就不上当了，都站得好开呀。这有操作难度，不是一分钟就会了。那是的呀，那你赶紧用起来呀。你这样开个大，这闪现撞墙，这支配者名刀都不好切了。冷静，很关键的一波。敲不动了呀，也找不到后排了。我敲那个敲到一半，他出了个炙热支配者，我就打不动他了。那这一波应该是没了。GG，打不动了呀！我不知道小乔为什么一套居然没打死他，哎，太假了。不能换打野刀的，其实我也不想换的，但没办法，那个时候需要你有复活甲跟名刀了呀。我也是觉得把那个打野刀升级了，后来把鞋子卖了会比较好，但攒不出那个钱。